什么啊？哦，时刻来了，因为我们要欢迎我们今晚的两位司仪哦。那今晚我们两位司仪都算是非常的重量级，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新加坡都是非常著名、非常的棒的司仪。让我们欢迎我们的李佩芬小姐，还有我们的浩浩大哥，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大家晚安，来点掌声鼓励鼓励好吗？姐姐，你剪头发。谢谢我的一起。大家好，新年快乐！还在过新年呢，新年快乐。大家好。大家好。后面的朋友，来点掌声鼓励鼓励。Hello， 大家晚安，你们好，欢迎大家今天在正月的十六来观看的我们立新娱乐制作属下艺乐宣传媒。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三潭水灵宫庆祝我们的齐天大圣的千秋，还以及呢我们的周年纪念，哇。这个六周年的纪念，立功六周年的纪念，所以欢迎所有全新加坡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现场。而且今天呢，我们这一台算是最大台，算是最好最好的一台，是最贵最贵的一台，是因为全新加坡没有别台，只有我们这一台，所以最好的都在这里了。好，那么呢，今天晚上呢，就由我们的立新娱乐机构的属下艺乐轩呢，在这里呢统筹制作策划今天。今天晚上所有的节目，那么呢，刚刚呢，大家有摕到固本无？那是有人去买
买香啦，买纸啦，有10块，啊是讲吼，你若是有买什么物件有10块，那我们的庙金呢都会给你们一个固本。那这个固本呢，也就是呢我们这一次这个三场的歌台是全部通通呢都有，待会呢有我们的现金奖，有3个大奖，118块钱。那今天的这个现金红包呢，也就是由我们的益乐宣传媒所赞助的，是在10:15的时候呢就会进行 lucky 咯。对，所以呢阿伯去买香拜拜，人讲有拜有保庇哈，啊那10块，啊那你庙金了，你一个固本，那这个118块，这个3个奖，如果没有抽到的话呢，固本不能丢掉哦。哎，那我们到我们的庙金的柜台，我们柜台还有一个小的这个抽奖，那么呢还有一个金牌，还有这个红包发财红包，我们可能加无丢118块，那无丢三个奖，那无丢，会使去内底阁蒙一摆自己的这个抽奖。哇，那如果呢这个里面的那个抽奖也没有中到的话，118也没有中到的话，还没有关系哦。对，这个固本呢还是不能把它丢掉。对，还是要继续的累积。那我们在这个2月9号的当天的晚上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钻石大奖。哇，什么叫做钻石大奖啊？钻石大奖，那个钻就是钻石大奖的钻，石就是钻石大奖的石，这个钻石大奖。有没有这应该是要送钻石给大家吗？对，因为我记得多跟他下那样那样。没有解释。好，所以呢，你摆那两个凳来的。我们这个3天呢，如果这个第一场跟今天这一场，如果你们这个固本呢都没有丢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的表金呢会把我们这个固本留到最后一天，还可以再抽奖的时候。我跟你们讲，在同样的地方，也是我来主持的时候呢，是现场呢就有一位姐姐，今天也是有来，她就在这一边为她家里呢添了一个呢新的这个呢平面的这个易经的电视。哇，对，她就是在这边中奖的。哇，就是这边中奖的。对啊，所以这边是她的旺地，所以姐姐啊，你就要买给淡薄哈。所以回馈给我们这个庙金啦。对，每消费10元就有一个股份，20元就2张，30元就3张，88元就8张，搞啊，188元就100半张的8张，你看你看，18张啦，18张哇，所以你那是添愈多哈，如果这个添油越多，就会这个得奖的几率就越大。是的，那今天也看到很多的大哥大姐、安哥安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支持，多少朋友是支持浩浩的，掌声鼓励鼓励，谢谢。多少朋友也是支持我们的啊，我养包心，谢谢阿姨，谢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稳啦，谢谢姐夫，阿姨给你嘴里养包，谢谢啊，让你的女儿啊儿子都能够乖乖，然后呢平平安安，都能够孝顺你。其实哦，现在说真的，这个支持的东西哦，都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因为现在听说昨天我们这个报纸，对不对？啊，已经承认了，把我们的这个歌台加入了我们的艺术的行列了。哦，就是艺术的文化。对，哇，所以这个是把我们这个每一位歌台的艺人呐，这个工作人员，大家都是添加了很大很大的信心呐。对，这谁谁的这。阿妈，阿妈，是不？这人食食，敢那是我阿妈，对了，对了。阿妈，谢谢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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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哎呦，阿妈，你不做干个包包台戏？哎呀，那个叫变啦，变啦，啊变啦，哎呀变啦，变啦，哎呀，啊你包阿公无包嘛，那会使？阿公来紧。阿妈有包就代表阿公了啦。好，阿妈，阿妈，今日这三个水，哇，唔知多少个新妇买予伊。阿妈，这是国画，你知道吗？很美，我都没有看过。哎，谢谢你的红啊，没有啊，没有红包。还写这条路只是让给有给红包的人走而已，啊、没有给红包，请不要乱乱随便用这条路。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多利三弟，你回来了呀？出国呢，吃风呢，去到阿某人的国家吃担当啊！是啊，去到一天吃汉堡包啊！俗称这物件卖乌白鸡啊，对不对？这个物件是方便，看到你相拍的，咱家己咧拍人，对啊。那你嘛
我白天这个时间还没到诶，对不对啊？人这阵热好咧，对不对？这个时间是孤单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你的时间是差不多四点到五点的时间。啊，对对对。哎、欸，你讲话也是有理由。对对对，你的表演，你的表演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到我们了，好不好？你那个要变哦，从十一点到十二点，有点时间。没有，那你给我带个安排个假睡，你看，那楼下有人，楼上还有人，还有两仙呢。好，第三个椅子是留给谁的、啊，妹妹？好，有多一波一架进去。我们这个三潭水灵宫啊，所有的理事、头家、炉主，我们来感谢咱大家哈，谢谢大家今天的出席，那么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为您准备的歌台。身体大伟要在这边谢谢我们全体的理事好朋友们，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的三潭水灵宫游客天王众市民救世万民。对哦，所以大家唔好忘记的哈，今晚这个时间就紧嘞，紧嘞就是拜拜啦，好啦哈，然后天佑也好啦哈。18块过一个好年，对不对？对啊，还有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个鱼饼，对不对？啊，对，我们有鱼饼，这是随意乐捐的，是羞羞的哦，真的是热乎乎刚出炉的。对，那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来支持，那我们张伟今天的这个活动的基金呢、啊？是，那等一下我们在还没有介绍下一位歌星之前，来告诉大家一下今天喜庆歌台的老板以及我们的老板娘。是，那谢谢呢我们的这位刘轩良女士，来掌声鼓励，谢谢。刘女士，你的喜庆啊！还要谢谢我们的这位哦，档哎，就是我们大老板阿强先生。阿强先生，谢谢。哎呦，我们这也是孙强去给的不？是啊，阿强是孙强。不是啦，阿强的颈椎吗？对对对对，阿强大老板，谢谢你的支持，让你阖家平安，笑口常开，好事常来。是，谢谢我们的老板，谢谢我们老板娘，让你们想要什么就得到什么，我们今年的青龙年都可以大发财。是的，好，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幕后团队。是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全场的伴奏。那么刚刚大家一定都有听到了，他们这个伴奏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全新加坡这个追梦之路打得最好的一班乐队老师，是很多歌曲也是打得最棒的一班乐队老师。掌声 ，Ladies and Gentlemen， 鼓励鼓励给我们的徐氏大乐队。舞台灯光音响，所有的呢，这个全部的这个哦，你看电脑灯的这个设计，我们的喇叭的调哦，我给你喇叭在哪里？喇叭边呐、啊？哦，喇叭在这边。哇，现在喇叭都是这样了啊。哦，对，不简单哦，哎，金档呢要吊上去应该不容易哦。对啊，也是呢，由我们的舞台灯光音响，在我们的新加坡呢，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非常非常出名，由我们桂平老师所率领的专业舞台灯光音响。